怎么样？你看这块长的，全部都红了。你也看看，你都那么闲人了，这个长的都。班长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往上看，是吗？你看长的都好看。你看这个桃子长得都多好，多鲜艳！看不到，我这都想自己尝尝你。你也怪聪明了，豆儿，你做凉叶儿。知道吗？你吃啊？你也想吃豆儿？再喝两碗，乖，别动，别动。都是你想，都是我给你舔舔毛，嘿嘿嘿，你快舔舔吧。剪多厚？这个大，这副大。这块剪的厚啊、哦。嗯，剪的厚。好你。这是苹果。嗯，这是苹果。这边出还干一点，这边出还湿点的还，是吧？是吧？这边肥分还多点，证明。嗯，花生长得不孬，叶子长得可不孬。嗯，干不了，但是长得不小。得浇，这边的肥料你看看，都长都是来给我泡花生都的。豆腐，你把我搁这来吧，我搁这凉快就行了。太热了，咱俩不能贴一块，太热了。豆子，对，那样咱俩有间隙，都凉快，都凉快。豆腐的不行，我要靠大家哥哥。玩不玩不玩，都太热了。趴下，搁这趴下，握着，这扶两根凉人，啊，握着握着啊，好好好，好。你别对大家哥哥喘气了，喘热气儿喘大家哥这样来了，热。豆子不能啃管呢，豆子。
有，这皮掉了。没有皮掉，是掉了还是没有？这都搁那热吧？那有凉叶，得去凉叶。好了。嗯，水来了，我看。豆豆，呀，那肥能喝吗？胖的，都一下子现在不愿意动。我的这里都可凉快了，我不想出去啊。好，你不能怕呀，豆豆。豆豆，喝杯。他一点也不老实，他经常在这小粪坑里边跑。你看，给你带的，你给我踩了会儿。啊？再结果桃树桃儿马上马上能吃了，长大以后，大一会儿的能吃了，马上马上能卖了。帽子都掉了，走了，咱这回家吧，豆豆。